你想知道你的眼睛有多好吗？这期视频是一个眼力测试，总共有三个阶段，如果能全部通过，就代表你的眼力超过了 98% 的人。在挑战开始之前，就 6% 的人能在3秒内点赞和关注，你是这 6% 吗？那么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请找出屏幕上不同的颜色。恭喜你通过第二阶段，你打败了 60% 的人。那么最难的第三阶段，请做好准备。看到这里，成功通过的观众将获得鹰眼徽章，请发送评论领取。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。好了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